导读：图片来源于网络，一对小情侣在约会，两人突然想来个高难度的接吻，这个时候的小伙也是很有把握的坐在女友身上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小伙这个时候感觉难度有点太低了，所以直接让女友平躺，结果这个时候小伙开始马上体力不支了，但是他为了在女友面前逞强，还是一直在咬牙坚持着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到了最后结果还是失去了平衡力，就这样两人就一块搞笑的掉进了水里。那么各位看官，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大家一起吐槽交流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